大家好，咁今日有好正嘅刀介绍俾大家。咁呢把系咩咧？系 Kizer 新嘅，今年即系2017，应该接近年中出嘅一把刀。咁系呢个 knife maker McDaniel 出嘅一把叫 Guru 嘅刀。咁呢把系一把 shift foot 刀型嘅一把刀。咁点解有两把呢？咁其實呢兩把咧都係個代號都係 KI3504，咁但係一把咧就叫 A1，一把叫 K1。咁其實有咩分別咧？咁其實你見呢把真係好靚仔，即係成把 custom knife 咁樣，有啲好靚嘅窿，好靚嘅 sand blast 嘅刀柄 ，open back。stand off， 你話幾 clean 成個感覺，哇！一個 stand off， 加上有個咁靚仔嘅即係 3D CNC clip， 真係成把 custom knife， 所以真係唔好睇小祖國嘅威力。咁呢把嘢就呢把有少少 off center， 不過應該教下個 preferred 應該 OK。一搞個 preferred， 呢把冇嘢，呢把 OK， 呢把 perfect， 呢把有少少，但應該教啊，教一教嘅，好少咯，不過可以即係教到嘅呢個冇問題。咁啊，係咩分別咧？講翻呢個咩先 ？K1 呢把 flipper 嚟嘅 ，flipper 呢把 A1 係 firm stuck， 即係唔同之處就喺呢度啦。即係佢開個方法，咁啊各有喜好，咁其餘就全部即係成個 spec 都係一樣。咁呢把嘢個 spec 就成把就7.5寸啦，哇爽啊！試多次先，哇有力有勁啊！跟住開嗰陣，因為嗰把刀都有一定厚度，你唔好睇小佢。你睇佢個 spine 都好厚啊，3mm 厚呢度，3mm 個 spine。你睇佢個口位係嚟到呢度，你諗下幾實力呢把刀？咁啊3mm 啦，咁啊成把7.5寸，咁 blade 就3寸，標準3寸 shift foot 嘅 shape， 好似羊腳咁啊，咁啊。S35VN 的粉末鋼啦，咁 Kizer 大部分即係價錢有翻咁上下嘅刀都係用呢啲啦。咁啊 ，titanium 嘅柄啦，啊 frame lock 啦，所有嘢都穩穩陣陣，成個質素都好高。啊，啲 retention 適中。咁啊，把嘢哇打出嚟有勁度，咁啊山順，咁啊除咗 flip 即系呢把 K1 flipper version 呢把咧就系 A1 系 farm stuck version， 但系一樣係好勁嘅，即系其實如果有啲朋友係中意 farm stuck 咧，就明白點解，因為你推出嗰下感覺咧係好爽嘅，即系一推嘣一聲飛出去咧。是很爽的，其實如果大家講哪個爽一點，我會覺得 Firm Stuck 是爽一點。 Flip 牌有它的魅力的，你只按一下是即兩種不同的東西，我只可以說即兩種是，但如果你有兩個鬥勁，其實應該是 Firm Stuck 是勁一點，打出去的壓力是。那啊，這把就有些人覺得來因為你 Flip 牌這裡會突出嘛，佢又唔係嗰種好短咁收喺後邊，咁呢個突出，咁呢個就冇，呢個好 clean， 乜都冇，一粒 from start， 咁呢度跟翻條線，咁啊又係好順，非常順。全部都好順，正。咁啊，呢把嘢幾好啊，幾靚仔，唔錯。
即係佢都想要啲靚靚仔仔咁，睇落成把 custom knife 咁，但係你又未準備，即係足夠嘅資金，或者覺得未係時候呢個買 custom knife 咁，可以不妨考慮下呢個都唔錯。即係佢呢個價錢係你連買 mid tab 啊、掹車邊都未夠，咁所以真係其實係好抵。但係你個 spec 成件事嗰嚿嘢根本你將佢拎翻去美國，加翻個 knife maker 個名，呢把嘢已經係完全係一把 mid tab 甚至係 mid tab 以上嘅佢個 custom level 嘅質素嘅刀嚟，即係純講質素乜都唔好講，你真係。即係所以 Kizer 可以講得上係一啲千幾蚊，你可以買到直情係 custom knife 咁嘅質素嘅刀，即係我形容。所以點解我咁對佢哋咁有興趣，我甚至會接觸佢哋去傾談呢個代理嘅問題咧，就係因為我覺得呢個牌子係可以嘅，呢個牌子係真係可以，佢啲嘢質素真係高，真係靚。咁所以我亦都可以比較大膽少少，咁啊自己啃啲啃雜貨翻嚟，再分俾大家。即係如果有時啲牌子咧，即係唔係咁穩陣嗰啲咧，真係隨時我真係要攞嚟自己煲嚟食，食都有份。所以暫時我覺得咧，我有啲朋友都有問我問 V knife 得唔得，即係 V knife。咁就即系 V knife 第日得唔得唔知，但系你问我而家嚟讲咧，同埋佢嘅价钱系贵过 Kaiser 都贵啲噶，即系可能贵一折噶，即系1000都走唔甩噶。咁但系未成气候啦，暂时未成气候，样系好吸引，即系睇下相就 OK 嘅，睇下相就 OK，即系你揸上手你就知咩事。所以我就即系都系冇啦，即系我都有接触过佢嘅，即系接触过去睇下佢究竟佢啲 terms 点啊。咁但系我觉得哇，得唔得都系即系有啲风险，所以我都唔敢，即系随时我坐艇嘅，所以我真系唔敢攞嗰啲份。咁 React 嗰度我都有联络佢嘅，咁 React 大家有睇到我有 post 啊，咁但系即系 React 嘅款式都仲系唔多，佢间公司有一半系当人做 OEM。一半就做自己設計，咁佢幫人做嗰啲咧，就嗰啲唔攞得嘅，因為嗰啲係人哋賣噶嘛，即係例如你幫 Talkback 做，咁其實啲刀你係同 Talkback 買翻嘅，即係你佢唔可以，佢唔可以賣俾你，佢係幫人做咗，佢唔係賣。咁所以你淨係可以賣佢哋自己佢哋牌子嗰啲，咁所以種類唔多，咁二來佢啲刀係好高質素，但係價錢亦都即係相對地係符合翻係高啲。即係例如你見到把 Torrance 咁都要收，即係已經平咗咁多，價錢靚咗咁多，都仲要講緊要 3K。咁 3K 好多人即係你尤其啱啱玩或者咩咁，可能你冇咁多預算或者唔諗住拎咁多錢嘅，咁所以都比較係難搞啲。咁所以暫時我係當即係你當團購式咁咯。如果你大家儲到18咪咁先。揾佢攞咯，即系如果唔系就真系难啲啊！你谂下，十把喎，其实唔系十把，十几把嘅要，3K 咁，喂大佬嗰度砸几多钱啊？所以都唔系咁划算，暂时。好，咁今日介绍呢把好正呢把 Kaiser 嘅 Guru。咁佢另外仲有第二個款嘅，有個款係冇窿嘅，即係個柄係 smooth 嘅。咁佢呢個有窿嘅，咁啊總共夾埋有四把，即係兩個款，咁啊兩個開法，咁啊四把。好，今日介紹到此為止。好，拜拜。